2014年2月14日，爱你一世搁一世情人节活动，主办单位安排这首即马无红的精彩歌舞表演，为活动来热场，祝福大家早日找到幸福。为了要见证爱情长长久久，活动当中邀请劳动青三代青年代表，在可爱的小会堂夜会引导下，走红地毯进入会场，并且为着活动来举行启动的仪式。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我们2014，爱你一世。今仔日早起气温才10多度。但是为着一年一度情人节走秀，穿着薄薄礼服出场的主角，是光甲面青顺顺。但是哈、内心真烧真热。随后在那来乡长柯世文的带领下，数百位民众以及学生，一同在公园种下代表爱情的玫瑰花，并且将所写的祈福卡来甲挂起哩。63年，好。很冷。给夕阳小姐，大家来种下你的玫瑰花。那玫瑰完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七夕的时候，那牛郎织女的群，咱共同吼，啊来这看你所种的玫瑰花了，啊咱家里的玫瑰花了，献给你所爱的人啊嘞。今年的情人节真亮，但是无减民众参加活动的热情。大家所种落去的爱情玫瑰花，期待今年的七夕会当共同来收成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